希望包。这个叫希望包，是我们羊村的祖传宝贝。哇，希望包！它可以实现你任何愿望，你想吃什么都行。在几百年前，几百年前，神圣的希望包，请你赐给我们每人一盘仙草吧。可是因为有了这个宝贝，羊村里的羊连到草原上找仙草都懒着动了，只能围着希望包不停地吃，结果胖得连动也不能动了。最后狼来了，很多羊都因为跑不动而丧生在狼群的手上。因为希望包大家都懒惰了，所以祖先吸取了血的教训，几百年前已经将它深埋在地底下。我还想让希望包给我一斤草香肠。什么乱七八糟的希望包，一点意义都没有。哎呀，糟糕，时候不早了，抓不到羊赶紧抓两只蛤蟆回去，要不然呢就惨了。虽然抓不到羊，有你也不怕被老婆骂了。哎呦，好狗啊啊，连你也欺负我，什么东西坏我的好事啊。风铃草啊，希望包。这样真的能行吗？没问题。我今天偷听羊村里的慢羊羊是这样介绍的。许个愿吧，老婆。希望包啊，希望包，给我一只肥羊。羊成功了。怎么回事？你又捉弄我。等等老婆，我知道了，希望包是笨羊的东西，所以出来的食物都是用草做的。废品一个，扔了吧。差点摔碎了。你还诚心跟我作对吗？慢着，老婆，你听我说呀。希望包不能给我们变羊，但可以帮我们捉羊啊。用力，再用点力。老公，你痛吗？只要能捉到羊给你吃，我痛一点算什么？好吧。只要那些笨羊往包里投风铃草许愿，我就能马上跳出来，他们就逃不掉了。老公，你忍着点，我来了。
要把肥羊抓起来。就交给我吧，回家涮锅等着吃羊。又睡觉了。哦，希望包。哎呀，怎么回事？地震吗？根据祖先的教训，我们不能让你再出现在羊村里了。我要出去。仙草已经洗干净了，可以做仙草汤了。炊具呢？谁负责带炊具的？懒羊羊，睡过头了，忘带了，马上回去拿。嘿，机会来了，老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怎么这里有个锅的？我回来了。哎呀，闷在这希望包里还挺受罪的。干什么呀？这样就不会再漏气了。风铃草，这个包看上去跟村长说的希望包很像啊。懒羊羊，你从家里带来的吗？不是，是刚才在那边捡的。这个有可能是出土文物希望包，大家要保护发掘现场，我去告诉慢羊羊村长。慢羊羊村长。村长。别急，慢慢来。我们在草原发现了怀疑是希望包的物体。什么？发现了希望包？是啊，你快去看一下吧。快放我出去。这就是我们羊族的祖传之宝希望包。太好了，村长，希望包是我捡回来的，是不是应该让我许第一个愿？谁都不可以动它。干嘛呀？希望包能带来希望，也能带来灾难。喜羊羊，用水晶箱把希望包封起来，带回实验室。知道。村长，你看，狼。希望包能带来希望，
也能带来灾难。为了大家不要受到伤害，我下令把希望包永久地埋到地下。到底埋在哪儿了？我明明记得是在这儿的。神圣的希望包，请给我一根草香肠。小肥羊，我说过我一定会回来的。嘿，哎呦，快把它埋了。我以后再也不贪心了。我要出去，快点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。